我们继续来做一些例题跟练习，这题跟前面也是差不多，就是我们要理解基本上所谓的周期啊、频率啊、波长的意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解题了。啊，他画一个图，他问我们谁是错的，这图上面画了好多的坡，注意看谁是横坐标，谁是纵坐标。这里的横坐标是什么？时间，纵坐标是距离。所以这个是录影机拍的，拍有一个丝带，然后上上下下的动，然后呢在不同的时间动的情况，所以它是一个录影机拍一个丝带的上上下下。那就想想看这个图上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。好，第一个可以告诉我振幅，振幅从中心点算到最高或最低，所以十公分B 是对的。第二个周期，注意哦，它上上下下来回一次的时间叫做周期，横坐标是时间，所以这一段就是来回一次的时间四秒，所以周期是四秒，所以是对的。那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，所以周期四秒，频率多少？四分之一，所以 A 选项是错的。然后根据波数公式，波数是波长除以周期，或者是频率乘以波长，所以就算出来呢，我们的波长应该是40公尺，所以猪也是对的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错的就选 A， 答案就错的就选 A， 可以吗？好，类似一样给这个，但这一题跟刚才不一样，它的横坐标是距离，纵坐标是高度，所以这个是照相机拍的，就是你抖一个绳子，咔嚓照一张，看到这个形状。那么你可以看到什么？刚才可以看到周期，对不对？这里可以看到周期吗？没有用写字的，图上有时间吗？没有，所以看不到周期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看不到周期。那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可以看到什么？刚才有波长吗？没有。这里有波长吗？这里有波长吗？想一下，这两个图不一样。OK， 那停车站借问，他说从 P 点到 Q 点需要0.1秒，那请问你？它的波数有多少？这有几种方啊？应该有用一种，花多少时间走多远就知道波数有多少。OK， 十三号，波数有多少？不晓得，您说。从 P 到 Q 走40公分，对吧？图上看出来走40公分，花多少？0.1，距离除以时间叫做速度嘛，距离除以叫速度嘛，所以40除以0叫做400，所以每秒400公分。前进一个波长历时几秒 ？P 到 Q。是0.1秒 ，P 到 Q 有几个波长呢？然后你就知道一个波长要几秒。帅哥男有吗？有帅哥男吗？有26。答案，你也不知道，完蛋了，教学彻底失败啊！问这个也不知道，问那个也不知道。P 到 Q 有两个波长，你看出来了吗？你会问自己，你看得出来 P 到 Q 有两个波长吗？波峰到波峰是一个波长嘛，对不对？波谷到波谷是一个波长嘛，两个波长，对不对？那0.1秒走几个波长？两个波长啊。那一波多少几秒？一半嘛，0.05秒。
好，然后你就要记得我刚刚交代的话哦，震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前进一个波长历时一个周期哦，好，历时一个周期会走一个波长哦，哦，那 OK 好，所以周期多少啊？简单了吧？就很简单啦、啊。帅哥，哪位十四号？十四，多少？你也不会了，不会吧？你考九十几耶？啊？还是不会哦？好好好，没关系。充分证明老师的教学是失败的。不是跟你讲吗？一个周期有用，那你背吗？振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，前进一个波长，历时一个周期，上下四个振幅，所以一个周期走多少？一个波长，刚刚不是讲过吗？走多少多久？零点零五嘛，所以周期多少？就零点零五啊，来就零点零五啊。那频率啊，这总该会了吧？有周期就是有频率啊，这个总该会了吧？这个就还不会，就真的是教育太失败了。下面来二十五，二五，多少？二十啊，林总，终于啊，这好简单嘛，周给原频率互为导数嘛。所以频率就是这么分之一，周期就是一百分之五嘛，导数嘛，五分之一百嘛，就是二十嘛，超级世界恐怖简单嘛，啊啊，那请问你最高到最低，喂，最高到最低是振动几次啊？两次吗？一次吗？半次。半次。有几个振幅啊？两个振幅。老师说，振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，前进一个波长，历时一个周期，上下四个振幅。那还要几秒啊？几秒啊？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？周期几秒也知道啦。来，帅哥三十五号。三五，三五谁啊？答案，又是一个不知道。老师要伤心难过哭泣啊！最高点到最低点经过两个振幅嘛，两个振幅就是半个周期嘛，一个振幅走上下四个振幅，两个振幅就半个周期。周期刚不是刚跟你讲多少？零点零五吗？一半多少？好困难，对不对？一半太困难了，零点零二五啊。前进几公分？又是那一句，振动一次，产生一个全波，前进一个波长，上下四个振幅。它现在是半个周期，前进多少？或者你这样啊 ，P 到 Q 是多长？那现在是半个，那会多长也可以嘛。然后我们就找一位可爱的小姐来问我问问好。现在应该换一位小姐是吗？小姐 ，M Five 霹雳五号，霹雳五号，你这个笑容要是说你也不会的意思是吧？很好，很好，你们今天让老师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伤心，问了一坨拉古人，只有一个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是会的，其他全部都是不会。解决方法有很多种，这里是告诉你最高到最低是半个周期，半个周期就走半个波长。图上面看波长几公分？二十公分，看出来了吗？啊，半个波长几公分？
十公分，或者你可以看到 P 到 Q 多少 ？P 到 Q 是四十公分，两个周期，半个周期的一半再一半，四十一半砍一半，二十再砍一半，十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这里就是简单的看一看，什么叫周期，什么叫频率，什么叫振幅。重点，老师交代你要背的事情，振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，前进一个波长，历时一个周期，上下四个振幅。老师说要背就给我背好，这是重点 keyword，OK 吗？OK。